掉。嗯，来了吗？看来是来了。去除了。刚指定那张。嗯。哎呦，我很爽嘛。召唤其实不错，但就是我不喜欢打这种没有放宇宙旋风的牌子，玩起来还蛮痛苦的。嗯，没办法。哎，阿光有人洗屏了，你注意一下。对啊，你弩弓部队至少要放二啦，我觉得。这个叫什么 YIP 的啊？给你一个，哎呀，好吧，你要洗屏，那你就 ban 了，拜拜。哎呀，洗屏很屌啊，是不是？不用给机会啊，我从来都不跟。我原本想要给机会的。不用，人不用那么好。你一把他 ban 掉之后，直接多了一个不喜欢的，好明显哦。死屁孩！笑死！光有看阿夸，他应该没有我看的多吧？阿光看 B 图应该看，应该看还没那么多。嗯，阿夸是没有什么追了。他我记得阿光不是跟我一样是追鲨鱼的吗？我有过翻译影片啊，你之后可以看。对啊，我有做一些烤肉。哦。啊。不卡。哎呦，他开小账号来刷副战喽。哦，太神了。我的频道也时常。遇到这种人啊，跟他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我都直接ban吗？我都不跟他们讲，因为我发现讲的没有用啊。应该有一些还是可以教化吧，有一些应该还是可以教化吧，搞不好不是有意的，讲一讲对不对？嗯，其实很少了。当然我同意你的说法，有些人是可以沟通，可是太少了，绝大多数人不行。这一个有点麻烦啊，四千。哎，可以，你把他墓地的引法师除外，把他墓地的引法师除外掉，他就不能抗指令。嗯，然后就要靠我的奴工部队，而且奴工部队是笑破，他等等回还会再回来。你不用把他笑破啊，你可以用那个锁链先把他锁住，也是他就不能攻击了。可是我这样也打不过去，应该说也是就是要拖的。对，你跟他拖一下就可以了。嗯。你把他弩弓掉是有一个好处啦，你把他弩弓掉的话，他的装备就掉下去了，他就没、啊他就没装备了，他2800是打不过去。嗯，对。你可以结束，你看他等一下摸到什么啦，假如他没有东西挡的话，啊、你结束阶段 就看下回合是什么，反正这两个都要干。对啊，就看他等等要干嘛。他等等如果没事做的话，你就直接炸了。嗯。直接下阿莱，然后炸。阿莱有地招，真的是还蛮好打那个，还蛮好打操纵。哟，直接打了呢。直接打的话，这一话先炸了。哎，不行，要开弩弓，开锁链。不是，炸！你把它炸掉，等一下你可以开阿莱斯特把他墓地那一只除外掉啊。对，到他下回合又会再。我看一下啊，对啊，下回合到我的回合，他还会再复活。我要到是你的回合吗？嗯，下一个准备，对啊，下一个准备阶段。哦，我以为是到下一次他的准备阶段啊。哦，他是写下一个准备阶段，那就可以了。没关系，那轮到你自己的回合，你把它炸掉，我知道。再下阿莱，对，把它除外掉就可以。直接起飞，直接飞起来。你先下来，然后开弩弓。没错。哎呦，太神了！他装弓好像很危险，装弓不会了。哎，你刚刚是不是差一点把自己的地招那个？没有啦，想太多。而且你手上还有乌鸦，我不知道他怎么赢。等一下。呀。嗯。
お前の持ちうる最高の戦術で挑んできな。ユギさん、俺とデュエルをしてください。デュエル！行くぞ。俺のターン、力を貸してくれ。モンスターを通常召喚。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力を貸してくれ。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どんなカードでも存在する以上、必要とされる力がある。力を貸してくれ。クズの一言でカードを否定するあんたに。ターンエンド。行くぜ。俺のターン。カード喋りすぎる。面白いカードを使うな。面白い。面白い。不知火。一开始的话，应该是先叫他吧。哎，我会了，可以这样。没有，遇到实心战场。我的话会先除外妖刀，不然等一下资源好像换不赢他。嗯。而且出六星哦。カードをセット。カードをセット。主要是我这回合就算龙出来，嗯，我他等等这个打过来，嗯，先不要让他知道我有阿莱斯特在手上。你把他除外掉，他等一下打过来，那你丢阿莱就好了。你可以踩表功。你虽然打不过去，但他也打不过来啊。你要有这个观念啊，就说你打不过去没有关系，但是对方打的打不过来，嗯，对方如果打不过来，你可以撑一个回合，对不对？我想要看他会不会再叫怪。如果我先叫阿莱，他可能不会再叫怪。哦，也可以啊。对啊。然后这时候有两只嘛，这时候我两只的话，我等等打过去就可以回杀了。哦。嗯。人家守备力都是零。这套应该也可以放英国切断。拿来丢手牌，而且他应该也不敢打过，他打过来的话，我还可以再叫啊，对啊。漂亮，好像也有道理。嗯哼，好像也有道理。可是他后台是很麻烦的事情。你敢不敢打没？我就知道。打没？打没？打没有，打没那么有。门框破牌。哦，尖刺吊顶，然后他不会被笑哭。可是这次开有点早，你不是炸中间那一张？我这个他就是不知道在干嘛。来。这里我们就直接逆天了。哟，哎呦！リバースカードだ。魔法発動。哎呦！頼むぞ。モンスターを融合。啊，我觉得可以投了。疯狂送投。那不投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伤害计算再开了，你为什么要直接开两只？我要两只、啊。哦，你要，你忘记了？你要龙两只，你可以发动召唤魔术，然后连锁二丢阿莱斯特一样可以啊。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耍帅、啊？就帅啊！我都这样玩的，装逼一下。对，要装逼啊！我的已经改到就是之前你们当初你们组的那个有阎王的那个那只鸟那只。叫什么延寿什么的，是吧？我忘记叫什么，加尔达罗嘛，反正就是那个。哦，有没有岩属性？有的话直接回杀。有，我靠，真会摸，下两只岩招。哦，你真够会摸。摸起来！哇，哥你挺牛逼啊，哥！哦，魔法
兄弟，你这个真的是牛过头了。再来一次，再龙第二只，再来。有人说不讲武德直接生抽。就对面是青蛙，我操，不会吧？应该不太可能吧？狗狗啊！哎呦，那他也活着，他是狗狗。啊，他是打那个光道同步那一套。嗯，他有放战士。狗狗啊！你可以先把他检索那一张除外掉。先等他做招的时候再连锁啊，那他更亏啊。啊，非指定数万。嗝了吗？哎呦，我会不会就这样嗝了？嗝人骂他妈！我觉得我完了，我就嗝了。哎、欸，这些东西，哎、欸，他有个技能，在发那个技能，我记得攻击力是到7600，是不是？我忘了，反正很高就对了。我记得他有一只什么途径战士丢下去，攻击变两倍啊！你应该挡不下来。对啊，他还可以下那个什么，还可以下垃圾弓箭手把你除外掉。嗯，来了吗？看来是来了。先除外，先除外。刚指定那张。嗯。哎呦，很爽嘛！哎呦，扛掉。哎呦 ，DD VR 这个时候就是强。哎呦，阿庆哎。哎呦，我觉得还有啦。还是说他没有抽到，他没抽到他就骷髅，剩四张手牌。好、哦，他抽到了，哎，非指定除外。哦，这一个3800的我就输了。凤冠光来看看这个好康的，好康是新游戏哦。对面没了，到底是谁跟我讲对面没了？看看他这一个一连串的操作，各位。他不可能没的、啊，他下那个目光到手上一定有五星的，怎么会没有？我看一下哦，这样子攻击力哦，果然没了，我就知道。啊！咦、啊！啊！さ。俺とゲームをしようぜ。行くよ。龙牙啊，应该是不知火吧。最高の力をあいつにぶつけるんだ。combo型不知火。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哎呦，黑羽等级下降型的。嗯哼。してくれ。モンスターを通常召喚。龙中鸟，頼むぞ！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我想去买个饮料盒，口渴。哎，11点呢？你第一次开台开那么晚呢？没有啊，之前好像还有开到更晚的。真的假的？晨4-5点啊。哇，クレジのヤロウ。よし、モンスターをシンクロ召喚。頼むぞ、モンスターを通常召喚。
して、ターンエンドだ。行くぜ。俺のターン、カードを引くぜ。你觉得后台会是什么呢？哇，回来了。嗯，后台会是什么呢？优米无奈呢？他现在没有办法炸的，应该是宇宙旋风吧？只有可能是雨旋跟圣枪，就这两种。等级下降型的话，应该也有可能会放圣枪。哎，这个分段直接下去，他就咬死了。我跟你讲，分段有奇效，你不信？哎呦！是，我不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很推功宣坑啊。功宣坑缺点就是有可能会被炸掉啊。你说像这种情况，他没办法炫你，那当然是很强的。有些坑，你看说像乌帝刚进场把人家盖起来，不是很好吗？哎，话说你说你很喜欢莫娜吗？你是因为你有玩到了、哦、莫娜？哦，没有，我没有玩到啊。就是这一次活动可以看到他、啊，哦哦，对啊，对啊，对啊，哦，我喜欢他的造型。哎，你是看到哪去了、啊？活动啊？什么？我看到哪去？就活动啊，解到哪里去了？不要这样问。应该解到一半吧。就是那个什么莫娜要占卜告诉我们区域那个地方，应该还在比较前面吧。人中鸟，Last Word， 不喽。好，决定等一下去 N 网上面找一下弗兰的。像复活哎、欸，我在想要不要武效，不用不用武效，直接盖起来。哎呦，盖起来！嘿，哎呦！而且你把它盖起来的话，等一下也可以用那个岩招造成比较大量的伤害。但如果是 BF， 我这个时候妈早就投降了，我还在那边唧唧歪歪。那一看就召唤师的。哎呀，他后台有东西嘛，对不对？这小伙子后台有东西啊！也太早了吧？他要盖一招。这一套怎么会有无敌啊？真奇怪！哎呦！那是不是代表他还有无敌？应该不会只有这一招。干弩弓部队真的好重要哦，真的不是我想讲，哦，好重要。我这一期最推两张卡片，一个是控制器，一个是弩弓。这两张我真的觉得好强。先打我这个水招有没有问题啊？等下他在干嘛？他把我无敌了，然后他先把那个无敌打掉。哇，他是我们西罗伊娜有没有？反制。哎呦，这个，哎呦，可以啊，这个对手。哎呦，作为他的对手，哎呦，我觉得很幸福。哎呦，很幸福，很幸福。对方是口放是不是啊？直接放推，哇，我的天啊！哎呦，舒服。
等一下哦，我把它盖的那一只是十二星的，是2000，然后打过去2000的，然后下去会再写。好 ，K 三投底啦，呀！呀，头头没打，头头没打，九连都九八啦！他弄不走，觉醒，直接变两颗星。こんなデッキじゃ戦えないよ。お前の思い伝わったぜ。いいデュエルだった。欸，其实我不用开。那我其实不是的。其实不用开。欸，这样子算下来，其实我那阿莱是不用开了。哪里够多？嗨，不是。